哼哼，你刚进去，啊，一个月就提成1万多？哎，你还瞒着你哥呀？快说。 哥，嗯，我炒股了。哦，你看你哥是干竞争的啊，股票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你接触点新鲜事物，我也不会怪你。我就怕你担心，就没敢告诉你。怕我担心什么呀？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呀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哎，你买的是哪只股票啊？多少钱入的手？ 哥帮你分析分析。科瑞，大火的那一只，我买的时候10几块钱，现在涨到了50多了。每一股我就赚了几十块钱。科瑞，嗯，我没全卖啊，嗯，1万股我卖了几百股，你知道赚多少吗？1万多，要是甘科净正式公布了，那得翻1倍啊。<笑>10几块钱你入的手。 哥，啊，没事儿的。听我的，进去，把股票全给卖了，把钱拿出来。那要不等我赚点再卖？现在科瑞的股票还在往上涨呢。苗苗，别犯糊涂啊！你也不想想，你们那赵主任凭什么把股票借给你啊？我觉得我们主任人挺好的，有一次他跟我聊天，他就说他也是从农村来的，他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。 就像他以前了，他就想帮帮我，那这有什么问题啊？那万一股票跌了，你拿什么钱还给人家？我当时就问他了，他说这没风险，如果赔了的话算他的，挣了的算我的。你也不是小孩子了啊，这事情有那么简单吗？10000股，10几万块钱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儿？ 让人家把钱直接送给你啊！他还不是看了你背后的关系？如果你这个钱要拿了，我还有涛涛他姥爷，都被他给绑死了。哥，你是不是有职业病啊？你看谁都像坏人啊！苗苗，咱们都是普通人，走到这一步不容易，要知道珍惜，啊！ 还要一点要明白，有些事情咱们可以干，有些事情不能干。这件事情打死了我们都不能干。哥，那我跟你说实话，自从我来了北京，你妹妹没少遭人白眼。他们都觉得我土，没品位，又是从农村来的。可是啊，等我有了钱，他们对我的态度立刻就不一样了。 连那些商场的服务员，还有中介公司的那些销售，那眼神都不一样了。哥，我不想让人瞧不起我。苗苗，我知道你为了哥受了很多的苦，受了很大的罪，我是对不起你。 哎呀，哥不说以前的事儿了。我是你妹妹，那为你吃点苦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。我心甘情愿。那哥今天也跟你说，啊，我是心甘情愿的为你好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把股票卖了，把钱拿回来，还给人家，啊。下车。
请进。主任。哟，建秋啊，什么事儿？主任，对不起啊，我把你给我的股票都卖了。这个是本金和收益，这个是我之前花的10000块钱，都在这儿了，你收好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家里出什么事了？不是家里出事了，就是这钱放在我那儿，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。你赶紧收着吧。啊，卖就卖了。不行啊，这个钱我可不能都收下啊！当初我借你的时候不就说好了吗？挣了钱应该算你的。这样，这个钱我收下，这1万你拿回去。不不不，这钱我也不能收，不能收，不能收，我们都收好了。建秋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咱们说好了的，我这是私人关系借给你的钱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是不是我哪点做的不太对，让你不舒服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主任您别误会，我心里真的挺感谢您的，但是这钱不能要，反正就是不能要，你收好了。行，那我就收好啊。主任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说。我把钱还给您了，您能不能写上收据啊？啊，还钱了，写收条，这是应该的啊。这是你哥让你这么做的吧？不是，我自己，和我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啊。有机会啊，我应该跟你哥坐下来聊一聊啊。你想，咱们这帮来北疆的外乡人，是不是一没背景，二没人脉的，咱们应该互相帮助啊。咱们不互相帮助，谁帮咱们呀？主任，对这个收条一定得摁手印啊。你看，这样行吗？主任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是我自己没有考虑清楚。哎呀，没关系，现在不就两清了吗？咱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，好不好？别多想。谢谢主任。没提到我吧？这个我帮你收着了啊。心疼了是吧？苗苗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为你自己好吧。知道吗？经侦队的杨建群队长今天来咱们行啊，让我碰上了。他说是私事儿，但我怀疑他是不是又来查什么问题。哦，我知道他为什么来。你知道？前段时间啊，我给了杨建秋10000股科瑞的股票，我跟他说赚了算你的，赔了算我的，这不就拉个关系吗？
今天杨建群让他妹妹啊把这股票全抛了，然后连本带赚的全还给我了。够谨慎的。关键不在这儿啊。您想啊，他这个时候让他妹妹抛掉股票，是不是和证监局调查克瑞有点关联？没错，没错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你说海清，我之前让你赶紧催克瑞把贷款还上，还上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咱们现在催，一会儿开完会你就把这事办了。行。证监局可能要调查。今天这波有意思，中午的时候成交量突然上涨，但是居然跌了一波，明显是有人大额抛售，但是这个亏度很快会补回来了，明显是散户吃惊。抛售，哥，是王柏林吗？除了这只老狐狸，还能是谁？哥，这中小股民还在买入。看来这科瑞市场啊，也是表现强劲啊。这波也差不多到头了，全抛。抛？抛多少？全抛，韭菜熟了就该割了。哥，咱下一步计划怎么办呀？王总啊，哎呀，你这个有点不太厚道吧？我这儿给你维持着股价的就全走了。哈哈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小富即安，小富即安。行，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咱们见一面呗啊，后面怎么办？咱们也该商量商量了。好啊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王总，郝老师到了。啊、哦。哎呀，郝老师，好久不见了。王先生那么悠闲啊？啊，也是啊，最近的股票一直在涨，你这数着钱浇着花，悠哉悠哉啊。这不是多亏了你吗？我才落得清闲。行吧，那咱们说正事儿。最近咱们虽然成功地抛出了甘科金的概念，也成功拉高了股价，但是您跟我都应该清楚，光靠一个甘科金不足以让科瑞长期盈利。而且我之前也说过，我希望通过科瑞构建一条完整的商业链。商业链条得以科瑞制药作为基础。制药虽然是暴利，但是前期研发都是亏本的，你能做出什么花来？趁着现在甘科金新概念的时间段，利用市场对于科瑞的信心，继续融资，扩大科瑞。何老师，科瑞已经割过一轮韭菜了，还要再割一轮吗？证监局没给公司发函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以后科瑞会在严格的监管之下，你要在监管之下搞事情，这就是我。
我心里真是承受不起了。王先生，咱们的事业这才刚刚开始，你就要撒手不管了？别别别，我是一个图安逸的人，没有你的远大志向。别呀，我这不是知道了柯瑞没有新故事可讲了，带着新故事来了吗？亲爱的股民朋友们，我们在柯瑞集团的关于干科技的研发结果的信息发布会现场。据了解，柯瑞集团的董事长王柏林将出席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柯瑞呢不久前，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柯瑞不久前工作代表企业成功，请问这个事情会有帮助吗？我真的想要干科技的研发进程，您能说两句吗？大家请坐，都坐吧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信息发布会。其实我们已经召开了3天的内部紧急会议，经过仔细权衡之后，现在由我向外界公布一条消息：我们的新药干克净，经过专家的多方论证，用于临床试验失败了。失败了？可是你们之前已经公布了干克净实验成功的消息，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？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王总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？对啊，王总，解释一下。王总，给个说法呀！王总今天宣布这个消息，会不会对柯瑞的股价造成影响？对啊，是啊，请王总详细说一下，我们解释一下。影响。大家知道，干克净是我们柯瑞集团重点科研攻坚项目。但是非常遗憾的，经过专家的多方论证，这款新药确实无法用于临床推向市场。为此，我们只能忍痛割爱，断臂求生。否则的话，会愧对广大股民的信任。这叫什么事儿？人的骨头全都没了。但是这个事情出了，必须有人为此负责。现在我宣布，我王柏林退出柯瑞董事局，即日起卸任柯瑞董事长一职，以此对广大股民表示深深的歉意。王总，王总，这样的，这样的话，这件事。
庞老师啊，这柯瑞之前涨了那么多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你真甘心放手吗？马处长啊，钱对于我们这种人而言呢，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当然了，这个数字呢是有它的属性，有些呢是数学意义上的，有些是非数学意义上的。嗯，你说我洗耳恭听。就比方说这个一好了啊，一在数学意义里面它是数字的起始，但是呢，它在道家哲学里面却是万物的起始。正所谓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嗯，现在有很多人眼中克瑞是零，但是对于我而言不是，在我的眼中它就是一，是那个可以帮我们生出万物的一。我们？当然是我们了，马处长，我们的事业什么时候离开过您的支持？当然了，对吧？我们也没有让您吃过亏。您找来的那些投资，在我们手里已经翻番了吧？只不过现在到了很关键的时候，您的那些朋友们如果想收回投资的话，那么我必然兑现我的诺言，连本带利，我把钱双手奉上。但是，如果谁看得起我郝小强，那么把钱留下来，投到我们的新事业当中去，我也保证，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那些朋友。看来郝老师是胸有成竹啊！啊，这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话带到啊！我相信这些人也一定不会辜负郝老师的。我就说嘛，对吧？跟格局大的人聊天就是轻松愉快。那这样，我也给你透个底啊。我们呢已经有周密的计划，而且王总也已经认可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让柯瑞变成一家投资型的公司。嗯，资本市场永远需要新的概念，恰好我们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讲出令人兴奋的新故事。只是这次马处长，我们希望您出山和我们一起来讲这个故事。我能干什么呀？我的价值早就被你郝小强榨干了。别倒了，别倒了。马处长啊，企业需要领袖的。很显然，现在王总已经不适合继续坐在那个位子上了，对吧？但是您不一样，您的经历决定了您一定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。柯瑞马上就要并购了，然后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回到资本市场上面，到时候这家冉冉升起的新公司需要您。我们邀请你来做新公司的董事长。哎呀，你说这王总的辞职太突然了啊，真没想到啊。哎，不是小强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我退休三年了，想过几天清醒日子。你突然跟我说这事儿，我觉得有点大，这思想上没准备啊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您可以慢慢想，好吧，我们给您很多时间，您可以慢慢想。啊。这样马处长，我接下来还有一个会，我必须得马上走了。啊，您忙，先忙您忙。哎。啊，我们静候佳音。喂，抱歉啊，老马，有事耽搁了，没能赶过去。怎么样，他跟你说了吗？该说的都说了，他说让我考虑考虑。我也支持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抛头露面的事情总得有人做吧。王总，我总觉得郝小强这个人有点冒进呐、啊。
我这心里不踏实。没关系，有我呢嘛。你以为他一个人能做成这些事吗？啊，好吧。好，见面聊。已经把搜索范围扩大到5公里了，怎么就还找不着那个三蹦子呢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好了。怎么了？王伯利引咎辞职了。引咎辞职？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，没想到王柏林竟然这么狡猾，在我们调查他之前居然先下手为强了。那科瑞股票呢？肯定会断崖式大跌，像前程跳楼的事件估计又要重演了。现在怎么办？走，赶紧跟我去证券市场看看。小慧，小梁，郝老师在吗？郝老师，出去了。你联系一下他，我要见他。你联系他，我要见他。喂，喂，郝老师，于经理要见你。行，让他过来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于经理，我带你过去吧。我陪你过去。喂，雷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雷子那边来电话，说三轮车那边需要人支援。那要不我先过去。远哥，有事你先忙吧，我工作上的事情我能处理。还是我担心你啊。没关系的，要有什么事情我随时给你打电话。那好吧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，完事儿我去你家找你。小林，咱们走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火急火燎的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啊，这么远来找我？郝老师，科瑞大跌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你还好吧？你赔了多少？没赔，我都抛了。抛了？嗯。在他跌之前都抛了吗？全抛了。在大跌之前全抛了，你知道他会跌？我算是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凑。
当然不放心了，有什么办法案子要紧。也是，换我也担心，要是我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的在一起，我能不多想吗？我不是担心他这个，我是担心他的安全。你就看看今天，他怎么干个工作，像跟打仗似的，还被人给围了。你说今天如果我们来晚了，那些人如果真动了手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啊。你要不要跟小慧谈谈，让他换个工作吧？我一跟他说这事，他就急，根本聊不下去。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换了工作之后就跟着了魔一样，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我觉得吧，你还是有必要再跟他谈一谈。你想，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说不定他的想法会有改变呢。这片地之前好多开发商过来看过，但是就是因为位置太偏远，配套设施不完善，所以都没有动。但是现在我来了，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成为北疆最大的养老中心。小慧，你暂时先忘掉你的那些客户，忘掉那些赔钱的股民，你把眼光放到这片地上，放到我们整整一代，我们整整一代80后乃至90后的身上。这一代人在将来的10年甚至是几十年里面，不是建设我们国家的中坚力量，但是他们都会面临同样一个问题，几乎他们每一个家庭都要同时赡养4个老人。你想过吗？我们都是这一代人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父母病倒，他们老得下不了床，我们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去照看他？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拿什么去教育自己的孩子？我们拿什么时间去兼顾我们的事业？我们还谈什么我们的梦想？所以这只是一个起点，我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解决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后顾之忧，我要让他们放开手脚，去创造属于我们的时代。我知道我这个人有很多问题，我知道我的想法太过于超前，我知道根本不会有很多人去了解我，我也知道我的很多想法甚至是在法律的边缘。但是我心里清楚我要干什么。很快像这样的养老院会开遍全中国每一个地方，然后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高科技公司，生物制药、现代农业、移动通信，甚至是航空航天。小哥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客户，我只是在改造他，我只是想让他脱胎换骨，我要让他完完全全的成为实现我们梦想的工具。所以这次大跌不是一轮首钢，而是一轮试探。如果你真的心疼你的那些顾民，你真的心疼你的客户的话，那么回去现在就告诉他，捏死了自己手里可爱的股票，只要他们有本事不跑，我就有本事让他们涨回来，而且涨得比原来更高。
哎，苗苗，什么事？没什么，嗯，就是给你道个歉，那天不该冲你发火的。你又怎么了？你没看新闻啊？科瑞大跌，好多人都赔惨了。要不是你让我赶紧抛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拿什么还给赵主任。哥，你可真有先见之明，咱们可太幸运了。那不叫幸运，那叫侥幸。知道知道了，我不是听你的悬崖勒马了吗？哥，你别生我的气了啊，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，你是全宇宙最好最好的哥哥。哎，我还想问你一下啊，就是你们那儿有谁还买了科瑞的股票啊？那可多了，科瑞这么火谁不买啊。刚才我还碰见主任了，主任他也挺幸运的，在高点抛了没有赔。他买的算多的，可是我们行还有好多员工也买了。买的不算多，可是呢没赶得及抛出去，好多都套牢了。我知道了，记住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啊。知道知道，我会加油的。